为现在受困最需要纾困的呢是基层的服务业，因为它很多地已经没有办法营业，根本没有收入了。但是像工业跟贸易的话情况还不错，所以我们经济成长还可以维持5%以上，所以一定要对症下药，针对真正需要的民众纾困的才有意义，所以还是应该发现金比较好。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大家说要还我公道，如果还马英九公道不重要，要让民众有公道。所以怎么看一下目前很多人觉得在质疑说今日阿富汗明日跟台湾，会认为美国会不会再受到实际而控制台湾？阿富汗不能跟台湾相比，但是对于国外的援助啊，我们当然欢迎，但是我们自己呢也要有自卫的力量。好，那请教一下哦，你会不会认为说，就是因为周瑞雄说你不要再耿耿于怀当初人家就是对你当初那个消费券的那个部分？对啊，因为您已经是走入历史的人，周瑞雄这样教你。你说谁说？周瑞雄。刚回答过，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好，谢谢，谢谢大家。